重庆卫视热播剧《我是少传奇》主演海顿、翁虹、苏丽娜做客，《超级访问》《星星的故事》，硬汉拍戏拼命，危险重重，英勇背后，海顿竟然也有胆怯一面。没那么焦急，只不过我只是一个晕血，那我没办法。你真的晕血？我翻白眼了。有时候我受伤，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天磕的。老婆回家，哟，你这后背怎么这么一道？不知道打枪的枪杀。炸点的那种残渣，大脖子上。抠门导演为剧组省钱，父子兵齐上阵，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拍的，我说看看爸爸，看爸爸，给我哭，叫妈妈，叫妈妈，就那样，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到现在，他看到穿日本兵的那种，就在现场看着，就哭。这个在拍戏的时候，因为我看里面的枪林弹雨的戏比较多，大家有受伤吗？有，他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是有手啊？对呀、啊，他们两个就不知道有受伤，就我以为他们两个什么时候受过伤，就是磕一点碰一点，没那么娇气。只不过我只是一个晕血，那我没办法，这我也不想。你不知道导演晕血吧？我不知道。上期节目我都惊着了，我不知道啥事儿没有，一看血吧倒过去了，真的晕血、啊，我觉得翻白眼了。所以你只能看道具的血，不能看真的血。只要一个颜色。也不是我的这个吧，还不是，就一见血咣当就过去了。他还分可能，刚才可能激动了，刚好见血哦不行了，要自己拉一口子，哎呦好大一口子啊过去了。就你要是莫名，你比如说这哪儿磕着一碰，哎呦哎呦真，就可能走了就没有，还是不是那种见血就倒。所以这部戏我太正常了，就跑炸点。经常的那种或者打枪的枪杀炸点的那种残渣，大脖子上，然后磕破的皮划开了，漏流血的就很多，就有刮伤的，就是也有时候我受伤我都不知道这是哪天磕的。老婆回家，哟你这后背怎么这么一道，不知道。但是我比较关心的是刚才你们说到那个，你们要就是你演的对易容，易容，所以戏里就是说他换了很多张面，对，让人认不出来，所以我就想就是换演员来演赵传奇，来演我自己。那么其中就换到了有李明老师，有姚刚老师。但你的道具也要准备这样的。对，有模，那都是演员我请的，比如说让请李明来演，让李明完全是他的脸倒模，对，倒模倒出来的。我那个化妆师是精心就把这种面皮特效化妆，特效，对。哦，完全是导播，你看了这个，对，这可能侧面看不清楚，有一个就像剧里的那种坂田日本人的那张脸，对，很像很像。我们今天拿来那个石膏道具啊，剧里的，你看那个，让观众正好见识见识。这是我们的小龙，这么年轻啊。对，其实我们这个模子有一个阴模跟阳模之分，然后这个我们今天带过来的是个阳模，还有一个阴模。阴模其实是版面是吧？对，是版面，然后就是这样扣起来的两个模子。然后呢，我们会把那个聚乙烯胶刷到里边，然后这样呢就是干了以后把那层揭出来。对，但是其实重点就是刷那个胶的时候，因为面皮我们要贴到演员脸上，然后呢就是要均匀，很薄，要均匀，对，很薄，所以说那个几乎就是一天或者两天才能出一张皮。当时我们最后那一场戏是烧了三张皮还是几张皮，反正那个是用的挺多的那个。哎，那个皮，对，他可心疼了，他在现场，那个导演，咱这场戏能不能不烧这个皮？我都没有的做了。我说那我戏里需要，我得烧，那你烧。哎，贵吗？说实话，这个还是有点贵。哎，那我比如说我想变成戴军，你哪天给我弄一张皮，我呼着他我就出去。那割头怎么办？内增高。真的可以吗？能可以的，但是就那么像吗？对，但是不是说如果说你要换装戴军的话，就是说不是说拿一张皮就可以，我们还需要借助别的假体。什么假体？假体垫脸型啊什么的。对，因为鼻型啊眉眼都不一样。就是我看那个美国大片儿，他不是经常走叠中叠，哗把脸一撕扔了，就真的可以做到呀。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说如果说做到100%像其实还是有点差距的，不是说完全能像，因为叠中叠那种感觉。还有吴宇森拍的那个变脸，是像其实叠中叠里面他都是借助电影的镜头，就是撕一下，然后接，然后那个特效。大概这个戏做了有多少张面皮啊？
差不多十多近二十张皮吧。听起来好恐怖啊。是因为导演就对，因为导演拍戏吧比较那个随性，随性，对对对，因为还好他没说我乱拍。我跟你说，这个是现在科技好很多，他的这个皮做的很薄，而且他有特定的一种化妆胶水，敷在我们这个脸上，挺受罪的，因为皮肤会比较受伤，烧烧的，对，比较受伤。因为那个胶水就是我们医用的那个刀口的白胶，就是那个粘合那个刀口的、那个白胶，就是演员卸妆，其实粘特别好粘，但是卸妆的话就要拿酒精来擦。拿酒精，对，特别伤脸。那我要认识你，万一哪天我想不开了、不高兴，我就是自己弄一倒模出去。没问题。那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化妆师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孟红，那你在这边拍戏的时候，小宝贝有来探班吗？就是有一次我刚开始没多久的时候，他跟我先生又一起有来探班。可因为我们拍摄的地方土啊、灰啊比较多，所以对小孩子不是很好，我觉得赶紧让他走了。现在几岁了呀？现在八岁了。好快啊！八岁了，宝贝好漂亮。八岁了。这个我说实话，这一家三口颜值太高了。有想过小孩将来进演艺圈吗？不会啊，因为他爸爸觉得你们家孩子太好看了。好看不一定要进这个圈吧，还可以很多事情要做。对，但是像你在剧组一待待三个月，女儿会有意见吗？他有曾经跟爸爸投诉说，你能不能让妈妈换个工作，不要做演员行不行啊？他有这么说过。然后他因为现在有 FaceTime 啊，就有视讯啊，或者是微信，他会常常借助这些来跟我见面沟通。像我那天在一边化妆，就是要准备开工了，我就一边用手机视讯来跟他，陪他练九九乘法，他也要练九九乘法了，然后就是陪他复习啊什么的，就是现在有借助这些科技性的东西，应该还好。这剧组一待三个月，还在那装贤妻良母，不是装。我看你带他上美食节目了，对吗？对对对，因为其实透过这个节目，让我们亲子的相处时间也更多，让我更了解今天的女儿原来长成什么样了，她的性格、她的脾气、她遇到一些事情突发状况，她是怎么样的？一个本性，孩子的本性是可以透过这些可以更加的了解。可是她真的，你要承认，我们不愿意他们那么快长大，可是他们真的就长大了，对，而且还很有主见，很强势，比我强势的多得多。然后这个节目也会问他，你长大想干嘛？他说要当厨师。然后他说在妈妈的餐厅里面做一个厨师。然后他爸爸说，你妈妈经营餐厅肯定亏本，你要做个银行家，把你妈妈的餐厅收购过来，重新再经营。哇，瞧这个爸爸真的是比较大气，格局比较大。导演的两个儿子是吧？叫什么？大的叫食鱼生生，小的叫食鱼不息。哎，他叫不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对的。食鱼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姓儿。两个姓。哇，我听到一件事儿，我想求证一下，你让孩子也客串了这个戏了。但是然后客串完了以后，太太大发雷霆。当时是我的戏里就有一个小朋友嘛，我说要小一点儿，但我没跟他妈说。具体是要什么，我就跟他说我要一个小的孩子，要不然让不息来吧。那时候生生大，那就去呗，那演的就自己家孩子自己弄戏，找别人还花钱，自己家省钱。演完了当天晚上他妈就跟我急眼了，你以后再让赶孩子这演这种角色，我告诉你就别拍了，你就别干这行了。是一个什么呢？日本人屠村。这个妈妈抱着孩子从这出来，迎面就撞到了日本兵，问没两句话把母亲打死，紧接着把孩子拿刺刀去。那我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对，当年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历史，然后就把小的吓得好像到现在他看到穿日本兵的那种就在现场看着就哭就躲，他让孩子演这角色，哎呀，把孩子这有阴影面，他已经有阴影了。而且当时他害怕不配合也不说话，我一把就把那个摄影师的机器抢过来，是我拍的，我说看爸爸，给我哭，叫妈妈，就那样，孩子声嘶力竭的就哭了，就把被你吓到了，吓到了。我要是你老婆，我拍完了之后，确实我也那一瞬间，你要是他老婆，你会怎样？离婚。
来来来，看看杂货。欢迎欢迎，这多好，这老可爱了，大，这老大，这老二。那孩子帮你做这么大牺牲演的这个角色，你怎么补偿他的？当时吗？当时也可以，事后也可以，随便。事后，我当时反正我就，我觉得我这个镜头够了，我都没有喊停，我就机器也没关，我就赶快把机器交到人手里，一把就抱住他。当时我说实话，我没有哭出来，但是我的眼泪在肚子里。特心疼。他几岁？当时还不到三岁。哎呀妈呀，你真是这个阴影面，我得批评你了。反正这个片子大卖以后，这个钱一半要归给孩子。确实做妈妈的看见这样的会心疼的不得了的。是，但是说实在，你演戏嘛，他、所以就是很纠结。你找别人的孩子，人家也得演嘛，对吧？所以常常如果有一些孩子在拍戏哈，然后我看那副导演很凶啊，又吓他骂他，我这个我就不要看，我离开，我真的不要看，我看见我难过。看到这些，其实就是。心里确实是。哎，你别说这个呢，我有一次拍广告，就演我女儿那小孩，就让她吃冰激凌，就让她吃冰激凌。冬天，她妈就在那儿每一次吃，吃到第六，不要吃了那种，就是特别不高兴，就是因为你得咬到一半以后才能吃。所以我急了，我不是也一直减肥吗？我呱夺过来咬了一半儿，吃了，我继续往下吃，挺不容易的。小孩去拍广告，你有宝宝了吗？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努力中。对，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尤其像海顿啊，我觉得我对这种身兼数职，要做演员做导演，因为我知道操心的滋味是什么。然后很多我的朋友原来都是演员，后来跨界做了一回导演，然后回去又做演员，说再也不做导演了，因为现在演员相对来讲，你做好你自己，管理好自己，拿钱走人。因为现在电视剧走向这个商业市场，就是抢时间，什么都在抢时间，演员、景、拍摄的周期，都要抢，所以每天早上只要开机了，我们这个团队就特别好，就没有垃圾时间，就工作人员都说合作了很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团队里，中午吃饭，晚上吃饭，20分钟。你是开两组呢，还是一组拍？一直是一个组，大部分都是一个组。20分钟吃完饭就迅速又马上就是进入，就是很多剧组都是由于这种时间管理很差，无休止的等待。其实然后包括安排的不合理，让大家闲置了很多时间。然后我别人也说，就是有些剧组到了现场之后，工作人员都好了，导演没来。我是跟大家同一时间出发，到了现场我就跟摄影师、灯光师，我们要拍什么马上就到位了。演员一到，走一遍戏就开拍了。所以你比如说早上6点钟我们到现场，一般我也在外面拍过其他的剧组的戏去做演员，一般在1小时到1个半小时，要准备的时间，我们最多半个小时，有时候更快。6点钟出发到了现场，比如说7点钟到现场了，7点10分我第一个镜头已经开始了。这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班底是你长期合作的。对对，因为现在很多剧组就是比如说像比如《琅琊榜》火了，大家都会来挖这个摄像，挖那个灯光，挖一展开来就要磨合，磨合很难。你的剧组，你的班底肯定就是你长期用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一直说，这个戏能有一个这样一个好的平台，还能参加这样一个超级访问这么好的一个栏目，都是因为不是因为海顿一个人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团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来鼓鼓掌，特别最后那句啊，全国人民都听出来，他是明显的假客气。对对对，虚假，特别的假。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啊，然后我们也好好看，好好看来重庆卫视看我们这一部戏。而且我相信这个戏本身啊，我是赵传奇这部戏本身，因为上一部戏收入就非常高，然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然后也不枉他们几个月付出的心血，好吗？我们再次谢谢大家，来，我们来一张大合影。